No? Yeah, she got it. Oh, fuck. Yeah, sure. Double kick. I think, Nigga! 甲鱼是活的不？不是。我操，不能是，必须得是。把矿泉水喝掉。那个，杀甲鱼的时候，让谁拿着，他要看。他要看先杀甲鱼那个过程。客人要看杀甲鱼的那个过程。不是你有病啊，看啥？所以你杀甲鱼的时候，让阿姨给拿着这手机，然后那个录一下。阿姨，阿姨，过来，开视频。干嘛？开视频。你忙吗？太多了，干嘛？大叔杀甲鱼需要拿这个录一下那个过程。你忙吗？阿姨忙吗？阿姨的货都没有被你是从那边杀的，我躲着点，我不想看这么血腥的场面。阿姨，你忙吗？干啥？帮我个忙。不，你拿着这手机就看着大叔，就录这个大叔杀甲鱼这个过程就行。你还拿一堆，让里边。里边的。我忙着。他菜，等会儿再洗也行。一会儿就杀完了。那你没炸好。那叫你。就炸着手。对，就这儿的那甲鱼。那然后完了怎么办？我还裹着呢。没事，你那个等它杀完了、切完了之后，你就摁一下这中间，摁一下这个就关掉。对。你说你问你呀，你闲的呀？看他妈恐怖大片儿了。哎，闲的没事干了，我看。哎。忙啥呀？看。看人家杀鱼怎么杀的，这。你把它翻过来啊！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按他肚子，胳膊。不要还是么的？他逃不出来喽！你看这样子啊，缩头乌龟，缩头乌龟缩下去了。走。起来，胳膊高一点。别举那么高，好不好？快点啊！人家客人要看啥？人家要看咋杀的？人家看我们杀的是给他做实验。给你，你拿着吧，我在那里我还干活呢。没事，你这录吧。那他不出来呀？头，哎，出来啦！别动他。他自己出来了。给他喜欢吃啥呀？给他吃西化，他自己还不撞，他西化吃啥？他喜欢吃啥？他怕死，他喜欢吃。给他前面引逗他出来嘛，头。装水他都不装，他怕死了。看，再拿一个。转了头。拿一个画，给他画，拿一个。不两个了吗？天搂不下来了。跟踪这些缩头乌龟，你把手伸出来它就出来了头。这个好，这个你快见阎王吧你。胆和血，血呢？要给他留着。给他留着，拿个小杯子。
这冻的有有啊，这里面。一万没有。他没客人用的了，刚拿走。那小孩等。这里只有一个热风小酒杯。好啊好啊，来吧，再从中心。这个下雨厉害，这个下雨厉害。嘿嘿嘿嘿，照个啥呀？这这。有没有找着你？这找着了？嗯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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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这儿，放这儿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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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给它给它装的，给你拿着给他搂吧，我拿了一堆活呀，这是冻的我，就照个那杀鱼的。他要这个干啥呀？他没见过。几号的甲鱼啊？几号的甲鱼啊？九号。哦。甲鱼还是个那人家找不来小酒杯，你们小酒杯放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这个阿姨给的露水上了。哟，这里露上啦。别说话，人家还得要看看，还得说话。哎，那个杯子就一个吗？可以拿着，可以拿着。对对对。
大叔呢？这是苹果机，告诉他，告诉他，告诉他算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，这台。